请张静、李承铉同盟全体成员前往草坪区进行开箱。这个分数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拿到我们最喜欢的歌，剩下的你们就享受。现在是要靠运气，靠运气。好，我们先开第一个吧。来吧，好，这。OK， 其实。哇，可以。你还要不要往下开？开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个已经有可能是减分了，但是咱后面还可能有加分呢。火力值加50，哎，没人听见啊。前三个肯定没问题。能开。可以。哦，又没了。还是个大的。金哥，开不开？你们现在才问我吗？我本来是想说开完第一个就不要开了，你们开玩笑的，你们开玩笑啊，你一切都晚了。开，哦，我觉得哦，可以了，不要再开了吧？现在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开。现在有一个规律了，加50减50，加70减70，加80，给我们的错觉下面还是减，所以他有可能就是加。我们要正气的人开，靖哥，靖哥，交给你，肯定是假。靖哥，交给你，结果是个炸弹。炸弹。一二三。正气的人，一身正气。还开吗？不开了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。我有个直觉，你别想开玩笑吧，别开玩笑了，哥。我觉得不开。刚开始胆子那么大，现在胆子那么小。我其实还想再开。那为什么没开呢？没说服队友。就是你不能太贪心吧，还是得有点谎。哇，靖哥人间清醒。第一轮火力值大战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不是，这种配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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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热了，哪在这边了？有道理。我不怕，因为我也没分儿。哎，他没有分儿。那我给齐哥多一点。多一点。我现在齐哥，我觉得你第二轮表现的大方一点，他没分儿，对，大大方方。对。不是你管着吗？我们有没有 ？OK， 我先把他打结了再说。看一下。哎！张琪来了，行，喂，打我吧。特别快的动作，冲就把我这给拿下来了。其实也是，就是如果你不贪心的去拿这个别人的东西的话，我觉得也不会自己丢这个。还没有结束，小心。歇会儿，积攒能量。歇会儿，你把人家的拿到了，你自己说歇会儿。咱们抢他才是对的，好吧？好，我帮你把他抢过来，快点，我帮你把他抢过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中，1、2、3，你这不厚道，你自己搞吧，你这太不厚道。然后我其实看到陈辉在那儿一直
就是挺痛苦的，趴在地上，地还挺烫，他就啊，我觉得他都已经到最后的那个坚持的阶段了。来把手过来，一二三，接起接起接起，快点，来把手过来，一二三，啊！你这个叛徒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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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就是现在反应慢了，我觉得又长一回教训，得。第三轮火力值大战即将开始，加油，小白！第三轮火力值大战为终极战，你们两个要拿我的呀？小黑回来了，不能出圈的。我在圈旁边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为什么都走围攻咱们？你看全都欺负人啊，欺负人啊，欺负人。帮帮你啊，小白。好好好 ，OK OK。我觉得我们的话，我吧，打给静哥，静哥一定会猜是我。我觉得。是吗？我自己感觉。对。打给静哥，那他一定会认为是你是吧？我觉得静哥一定会，应该会。我觉得静哥应该会。静哥肯定会是我。OK， 那就是你。对，就是你。好。就这两个问题都是小白，那让汉语来补充。那让汉语补充，是是是，让汉语补充。好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你们之中谁是最帅气的呢？齐哥，齐哥最帅。好，齐哥。好，那让我们一起来看张齐的过去。扣第几个扣子？请问张杰的表演中衬衫？这个你们不知道，因为我衬衫的扣子的那个数量不一样。我知道我是多少数量的，你们说的不准。那请你给出你的答案。我想，三十九，七，开三个，也就扣上的是扣的是第四粒。对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确认一下。一二三，啊！Yes！ 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们一下子跳起来兴奋的那一瞬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三个人击掌，一下都没击到，没有一个人击到掌。我觉得应该要跟你们说一声，你觉得我们就一起回来，还是？我刚才坐车回来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路程不是很远，但是你外边很晒。我是觉得没太大必要再去为这个，没错，因为排名的出场顺序本来就，那我们仨都觉得坐车回来吧，对，好，拜拜，好。